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红雷，我是艺兴的朋友，很好的朋友。这是艺兴的第一部电影《处女秀》啊，在这里哥哥祝你能够成功，然后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家艺兴啊、第一部电影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张艺兴。我希望呢，每一个现场的朋友们呢，还有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呢，都可以到现场呢支持一下，从天而降。哎，喂，哎，一心加油啊！我有事。